节目要开始了，还不赶快回来？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一趴呢，我嘴巴有珍珠，珍珠还没有吞下去，还没吞下去，锅霸的。但是我想要好好的咬它，不然消化不良。好了，不然我们接手是不是？你是想这样吗？刚才有人说，这应该是六探有史以来主持最轻松的一次。没有，那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也不很轻松，因为你们很冲，你们话很多。刚才想说，你没有广告，如果晚一点进，对不对？就应该把我前面那句剪进去。我刚才想说，那你不然这时候我就问啊，我就说六探那有没有主持过一些可能是龙卷风啊，爱情来的太快那龙卷龙的传人，我刚才不想不敢说，盖世英雄要到来了吗？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啊，不要说。B B B， 我不知道、哦。来说不要那么冲。我的珍珠一直穿去。这两杯饮料是给我们两个防身用的。没事，赶快去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继上次工商鬼故事之后，观众觉得超好听。嗯哼。上一次是我跟小，我们两个还有童神，还有童神，还有鸟屎。然后呢，观众就很想敲下集，所以我们这次呢邀请两位。刚好算是应该接了蛮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吧，跟主持，所以一定有蛮多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好不好？那么有请，不一定是鬼故事啦，我们可以中立一点哦，中立一点，对，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特殊情况哦，对，那我们应该要把那个名字码掉，对不对？就是那个厂商的名字，不然你想不要想，可以的话还是码一下比较好。你写在这里跟我们讲，因为我觉得这样啦，我们这个公平的话，说不定他们已经改进了哦，他们已经变很棒了。那个可能是他们这个草创时期出的一些小纰漏。OK， 对，但是我们遇到了，我们分享一下。可是我们对事不对人这样子。对 ，OK， 对对对，的确，还是小对人。人在江湖飘，想直接开喷了吗？还是他现在还是死心不改？哎，这不是一样吗？这两次都一样啊！这一趴真的要很认真讲哦，要讲。好了，大家自己拿捏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直接开始了。我们这边汤米呢，有好像准备了两三个故事。我准备两三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OK， 来分享一下吧。我讲第一个故事呢，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就是我自己在我的主持的职涯当中，因为我自己是从可能比较偏政治向的主持开始，哈，就是像以前我们公司有办过一些就是那种电竞比赛，可能跟每个政治的这个什么县市的首长有关的。您说你主持的活动的场合会有一些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多政治人物，太明显，就是六个市的。我在想说，直接讲六个都是，不是啦，不，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主持，不是那个，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跟政府比较有关的一些合作，哇，好危险，是好期待，是好期待哦，是不是？我其实刚才觉得好难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有接到了。某一个市的工作 ，OK， 然后跟政府合作，然后我们就暂称他为 S 市好了。对 ，S 市跟漫画一样，还是 K 市？ Z 市，对，他就是一个，反正某一个市的一个案子，然后他是比较偏向是哇，我会把它全部讲出来了。不会了，我们反正他就是有找很多的 KOL 来，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了？他有找一些 KOL 来，然后有 cosplay 的，然后有很多的不管哪边的政府官员、什么部、什么局什么的，那全部都在那边。一开始的时候，他给我的 rundown 就很简单，唱名只有大概三四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政府的案子都要唱名，三四个人。我想说那很简单，我把手卡写一写，明天就去了。然后隔天到了之后呢，就坐高铁下来。该不会只要电话吧？你说那个市是要搭高铁才能到的地方吗？搭了多久？有六个，反正九十分钟，还是你睡到最后一段才起床，对不对？不要搭 S，K 市。反正就坐了高铁去了，然后到了之后，我想说，很轻松。然后就现场走过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然后就出现了某一个就是也不是很大的官，然后就态度就很差。哦哟，就是态度。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当然就有那个工作的模式，我们就会问的比较细。然后他可能因为比较忙，或者是比较那就不耐烦一点。然后就说不会，我们就 round 不给你们了吧？你们就到 round down 走啊。
所以不给你多问，他不给我多问。然后我想说，那我就照我拿到的 rundown 走。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活动就开始了。结果我就发现，我开始彩排的时候，台下都没有椅子。就是都没有白椅子，什么一开始彩排就是硬彩而已，就是顺彩。哦，你是说刚开始？那时候刚开始彩排，我们到的时候不是要彩排嘛，就顺彩，然后都很顺利，就是哦唱名唱什么，然后走位什么走很顺哦。结果到了活动开始大概前二十分钟，你就看到那个椅子开始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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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摆满，它是一个大厅，然后就全部摆满椅子。我心里 OS 是哦，难道有开放民众来参观吗？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怎么可能那么多椅子呢？太荒谬了！怎么可能都是官员 ？K 4的市民太热情了。活动开始之后，就看到一个一个议员呐、啊，然后什么开始有各个部会的长官、啊、全部走进来，然后我在已经主持，然后打直播、哦，我在主持，然后你就看到，因为这个活动叫做长官的秘书设计，秘书设计，你就长官的秘书设计，长官会完了，为什么叫？我会把这个故事取名叫长官的秘书设计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如果有玩英雄联盟的话，会知道秘书设计是伊泽瑞的 Q， 一个 Q， 他出满 CDR 之后，他基本上只要两秒一个 Q， 你就看到那个时候直播开始，那长官就跟伊泽瑞尔一样站在旁边，然后就看到谁来就设一张便条纸给我。如雪片般飞来，要你 Q 他。我跟你讲，我的手卡原本只有三个人，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局长，或什么什么什么开发局局长，什么什么什么局长。然后大概你就看到一个人来或两个人来之后，他就开始射线，他是用射的哦，他不是，就是他是用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射。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镜头就一直穿，就是一直有纸片飞进来，一直有纸片飞进来，然后我还要就是现场call in的概念，我还要剪呢，这个是我要剪。那蹲下去，这太荒谬了吧！他从台下上来吗？这是模拟痛苦吧？人类观察，我绝对没有唬烂，我就想说是不是现在不准笑还是什么？就是我被整了，你被弄了。他从台下这样趴上来，他没有 pass， 他是用射的。台下 pass 啊？他不是 pass， 他也没有叫什么工作人员递给我，都没有。因为正常来说，可能工作人员会递个名单，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谁会来。然后他很多都是这样，对，然后就看到谁来，然后他字又写的超丑，然后哇哇哇，我觉得他直接把名片拿来给你，就比如说这个长官是谁谁，因为我真的也有收到过，那就一直来新的，然后他就给我名片，他的 title， 至少对，至少我看得懂他写字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一点念不下去。就第一 part， 因为他有两 part， 上下半场，我想说那可能上半场来宾就是来的比较凌乱，那可能我 hold 住，我 hold 住就好了。然后到中场之后，我就跑去再问他一次，说：“哎，不好意思，长官，那个我刚刚有觉得不太顺，因为就是不断的有来宾来，那我要一直在唱名，那下半场还有这个情况吗？哦，那下半场应该不会了啦。”然后我就在那边写 round down， 然后我想说，我心里面 OS 就是：“哦，那上半场结束，我下半场应该吐，稳如老狗，稳了。我想说，工作没有结束，绝对不要说稳了。”那时候一下半场一开始，就看到第一批长官换了一笔。他就第一批长官走了之后，下一波来了，然后下一波来了之后又继续射。我为什么、啊？我不懂啊！因为他还没有满，不能出大天使。对，就是他就继续射，魔剑正中还没合出来。不是，就真的超扯。然后我心里面 OS 就是啊，我又要，因为他有什么？就例如说有些什么事，然后因为他下半场有什么市长啊，然后有什么不很多事，各种，反正就是下面可能会有市长来，然后会有什么鬼活动，什么办公室主任，有一些例如说发言人，例如说有些发言人代表主任，然后什么办事处助理什么的，然后你全部都要念，然后字又写的超丑，下半场继续射，就继续射，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一直弯腰站起来，蹲下来的，哎呀，真的，我们又有贵宾来了，就你要一直想那种很干的话，然后就哎呦，贵宾莅临到我们的活动，我们欢迎谁谁谁谁谁也到了，然后结果我们最后要一个大合照，就大合照，然后我想说，那应该就是现在台下这些人第二批的长官，然后他又设了一张上来说，我们要邀请第一批的长官全部再唱名一次。东西呢？那记忆力大考验，再写一次，来不及了。然后我就心里面 OS 就在挫赛，然后我的那个讲法就是，让我们请在刚刚上半场有参与到的所有贵宾长官，跟我们下半场的发展局局长谁的，然后我们邀请，就看到台下全部椅子空，全部站起来，然后全部走上来。他们要做那个结案报告吧？那个是我遇过，就是。等一下，那个活动唱名是活动的环节之一吗？一定要唱。他活动的本质在干嘛？就这么多官员来这边听什么？就是应该说他是来支持这个活动的，他有出席。就是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来出席，让大家站台，表示他没有关心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政治人物的活动学分需要去凑，就对了，对，他要打卡，他签到，所以他有些会派什么就是助理啊、办公室主任来。
然后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然后你也要就是请他们站起来跟他们好低能哦，这个太可怕了，是我人生中接过政府案子我觉得最可怕的一次。而且他们唱名都是他们的到的时间跟来的是谁都超级不固定，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台湾政府官员要那么多啊。你其实最想讲这句话吧。对啊，台湾就那么小而已，很可怕，就超可怕的啊。这是我大概主持过前三可怕的。那我想问，还不是最可怕的，如果你再遇到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政府案子，接不接？看有没有钱。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其实你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有唱过七十几个，对啊，七十几个人，你就看全场就看我一个人在那边一个一个念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我其实在那边干嘛？我是谁？我在哪？可是那你在接工作的时候，你有先备注说，请问一下唱名大概有几个？不会注意到，他不给问，你知道吗？我觉得不给问是最酷的。对，我觉得他没有给你准备时间，真的就是要靠。不给问就说我们这边最多唱二十位，我们这边主持工作加五千再多十位。对，你们如果那天当再不给问就等线的话，后面来的来宾自己看着办。后面自己带名牌大字报这样，设备没有自己上来唱。来这里哦，妈的，我一个大嘴巴。拿上来自己唱，自己想唱自己举牌这样子，欢迎你们就自己麦克风，自己麦克风一个人一个人这样拿，举牌妹子 ，Round One Round Two， 欢迎。不是，你就拿麦克风给他们一个一个地址我介绍啊，这太可怕了。第一个就这么震撼哦，这个算是轻，这个蛮震撼的。这个如果我接到的话，我可能会豁出去就跟他们拼了。啊，台上会傻眼哪一种？不念了。对啊，不然我就是超慢剪，我就是正常速度剪，然后我就不要去 hold 住声音了，因为主持不是要 hold 住那个后场啊。对啊，我不管，我他妈你丢我就他妈我就剪，我就不讲，我就不讲话，我拿起来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长官，然后你他妈你在射啊，然后呢我就不讲了，我就不讲嘛，我就慢慢讲。你要不然就是写好然后赶快递给我。对对对对对，你整理好，因为我觉得说你遇到这个危机是我跟你一起遇到的，对不对？你要一起处理。可你他妈你在那边秘书射击，我真的觉得我就射这个动作甩锅，他不甩锅，对，因为你丢秘书射击，我他妈我就在那中亚沙漏，精准弹幕，全部撒回去。对啊，又不是 KTV 插播歌，你在那边丢什么？就很像是那种这样，可能各位主持过电竞比赛，对，就突然跟你讲说那个连选手家人就全部都要上来那种感觉，然后你要开始唱他们的名字啊，什么徐美花。啊，那种啊，有这种啊，当然没有，会到唱名啦，只是说带一下，带一下，就连你祖宗十八代都要一次唱完，然后可是家，其实选手家人是温馨怕，可是你那个是作秀怕，就偏没有，就很没有关联，超北蓝，就没有意义。哇，又来台湾官员，台湾来了一个官员，台湾就爱作秀啊，没办法。不是，我们就说没有，我们的产官学都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个产业，一定要啊，对，一定要，领到现场，就是这是我们让我们彭 business 哪一个哪个六。怎么是六蛋也有趣吗？没有，没有，就是支持这个活动，你要感谢他们呢、啊，因为他们是真的有站台力挺。站台是拍个照跟就是真的有關係的，没有，他们有或许有力挺，我不知道、啊。没有，我觉得可能有力挺啦、啊，但是没有，我觉得今天长官来。长官没有问题，嗯，我就是下面那个在射飞镖的人是有问题的态度。如果今天对啊，如果今天他看到这种状况，他应该。多派人手，对不对？然后就写，然后字写漂亮一点的，就站在旁边，再站在主持旁边，对不对？然后赶快递，或者是有名单，赶快跟你一起对。你要露出一个积极的感觉，或者说潜在可能名单。那个很像是就是我在看你上面耍猴戏，对啊，我自己搞，哈哈，怎么样？看你怎么捏。我最讨厌就是他把主持人当猴子，嗯，那种感觉很像。对啊，但是他给的钱实在太多了，所以下一次我又接了。但我真有讲大声斥责，本事本事，再给的钱实在太多了，继续讲。为了五斗米折腰，我还不折爆，是不是？五斗米折腰，我就乖乖。下次名单放在树上，你也爬上去拿。我跟你讲，我就真的，对对对，要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他不给我麦克风，第一根香蕉过来，我也直接拿。吃不起。但我觉得这种其实丢的也还好。我之前有遇过事，就是他就站在我旁边，就有一个就是戴着耳麦，应该说是那种耳挂的，他就在我旁边一直念，然后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念什么，然后我就要一直介绍，然后他就说谁呀谁呀谁呀谁，我就想说不是啊，你这样子念完，我怎么可能记得说我现在正在讲？我是同步口译吗？对啊，口译都会卡了。对，你先跟我讲完，而且那些单位都是他们有特别的名称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对啊，我在讲的时候，我怎么能听得到你讲的那些专有名称？这样对啊，我觉得这蛮真的有点硬。我现在就。吩咐我的经纪人说，把所有的主持推掉，太危险。我跟你讲，我觉得一般厂商的主持应该还好，一般是不会到是，就是政府的问题。政府有时候是不懂，然后政府是真的不会，或者是不懂，他们觉得你应该 hold 得住吧，或者是他们其实也没那么care。
画面上面呈现起来的感觉。他们没有跟其他人类交流过，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可能都是跟他们的语言。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只要合照跟。好、哦哦，大将之风，大家一看，哦，不要执行来，那你耍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子，哦，你那个大概是30年前立法院，现在不打了吗？现在不打，现在都玩锁链，把自己链在门上面，然后地狱三头犬或破一些猪内脏。以前是会把那个主席台掀翻的，哦，以前 哦不要执行啦，以前是物理攻击，对对 对，现在他们都是魔法攻击，还可以远距离 A O E 把球，现在都精神打击。你的第一个故事就这么精彩，后面还有吗？哎，后面有一个。因为我原本是给三个，因为那时候那个制作人还是就是来问我说有没有真，因为他说是鬼故事，我第一个反应是啊，真的要遇鬼的，所以我给了一个是真的有，我觉得蛮可怕的。哇，我自己当下会觉得真的蛮可怕，想起来觉得蛮有趣的。那个我放到最后讲。好，然后就是另一个是这个，我把它称作为薛丁格的 round down。哎，我觉得你很有自己会下标，你很会下标哎，一定要的，你很有那种动画标题的感觉哦。对啊，薛丁格 round down。感觉会有这种，因为就包含我们录节目或者是主持节目，一定都有 round down。然后我是之前是接到这个活动呢，是一个我非常这个熟悉的，以前合作过的，所以当时他们在找我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我说啊好，没有问题。那 round down 就是他们可能前三天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这 round down 怎么有点少。就是，例如说，我们的 round up 可能很多页，可能有五页。今天真的很认真哎，有五页，包含了每个。我们每班这么认真的。好认真哦，棒棒。优秀，优秀。例如说，你要讲什么，大概要聊。走了。没有，快点，这是公五声的。你说。好，我拿回来。哦，不是，就是他会有 round， 我们不是有 round down 吗？上面有写很多内容啊，或者是提点主持人要讲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我收到这份 round down， 他就只有四个 part。他就只有大标，就是大家去 Word 有没有插入表格2×4，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开场，主持人开场，游戏规则介绍，游戏中首播。好屌哦！然后我 OS， 我心里面想说，那是因为跟我们比较熟悉，知道我们的风格比较 free， 还是说觉得我们 hold 得住，可能到现场会有一些不一样，还是说那个节目已经行之有年，都一模一样？哎，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复制贴上，知道？完全不是。然后那时候我就到了现场，然后也是有邀请一些来宾 KOL 这样子。那是一个也是录有录摄影棚的节目这样子。然后我到了现场之后，就发现有背板。哦，那背板弄得蛮漂亮，有背板。那没有摄影机，没有，还没有音控，就都还没 setting 好。他们是走于通明型，就觉得说他们就觉得说，可能节目敲8点，可能我们7:30到，或者是7点到书画或干嘛的嘛。对。可这时候应该现场已经 setting 好了，对，机器也是应该早就，就是我们等下8点一到就可以开始，就可以开始 run 了。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没有机器，然后没有音控。然后就看到他们有人在那边，那有师傅吗？就他们没有，他们是除了你之外，还他们是人直接帮他们念，他们是人刚到，你说工作人员八点，他们上面写8点嘛，然后我们7:30到，但是8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到啊，开始 setting。8点开始 setting， 什么时候 live？ 他几点开播？什么时候 live？ 我不是说8点吗？不是，我在等啊，就在等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 setting， 那会等烂哎、欸。然后我们就全部人就坐在那边等。这么早发你们干嘛？我不知道啊，可是他钱给的蛮多的，所以我没有。我发现你的故事都有一个重点，本当街钱多必有白痴。不是，就是因为已经拿完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开开心心讲这件事情嘛，是不是？然后那时候就是等，就真的在那边等，然后等到我已经坐在那边睡着，就主持人坐在那边睡着了。然后之后起来，然后因为那个节目是要玩一些游戏的，然后游戏要录音嘛，要收音的。然后结果之后才发现，他们不会收音啊，就是有麦有别麦，但因为麦收不到那个，你要进机器，你要进机器啊，你要进机器，但是另外在玩游戏，可能主要是用电脑玩游戏，你电脑要收电脑音，对，那他们不会，感觉是悲剧，电脑也要进机器，也要进机器，你的声音那一路也要进机器啊，对啊，但他们可能不懂，好屌哦，这是怎么改？因为负责人可能比较新。或者是比较没有负责人，可能原本以为真的是有一位师傅在现场，用那个超自然的能力把大家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就真的超菜，真的超菜，太扯了吧！然后就变得是，可能像我是主持，然后因为我自己办过很多活动或者是比赛，你要技术指导，我要跟他们说你这个要进什么，你这个要进什么，然后你们现在可能要这种真的。哎，你这样很多功能，这种真的是那个钱多，可能你就自己要再加一个顾问费进去。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我觉得我好多功哦，就觉得啊，你们花钱。
找我。CP 值很高，就是难怪钱要花那么多，因为你还有负责顾问。你意思是说，制作人说我不会，但我们可以多花20000块，然后找汤米帮我们做点事。是不是？他已经算好了。你自己拿到那个尾刊，那就划一张出来，技术顾问，技术顾问费，难怪钱那么多。真的就是有跟没有一样，在于有跟没有之间的，就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棋子还是筛子。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就心里面 always 这三个就是可怜的，可怜，可怜呐。像这样子没有专业、没有技术的制造单位。制作单位对不对？真的太可怜，就是真的很神奇，怎么还有办法做？不是他如果自己很菜，他什么都不会的话，他就找人，应该要先弄吧，弄好对，弄好八点才来弄，对啊，还是他跟人家说哦，我们是隔天才开，没有，我就觉得他是真的，我觉得他是真的没经验，他觉得八点弄那个很快。因为灯光什么你要架或干嘛的，太不专业了。我觉得他真的不懂，我就是他真的不懂。这个唱秋的歌这种态度已经没办法从业了吧？但他们蛮客气的啦，他蛮客气。他们也只能客气啊。礼数也做得很周到。他们嚣张什么？嚣张是也给的蛮客气的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就算了，但现在想起来，你去我们公司是吗？怎么样？还嫌吗？真好，你棒，你下次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就可以了。就是他们，我觉得是他们的技术端技术人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技术问题。OK， 可是整个执行排程上协调跟组织体验是有问题，非常非常有问题。OK， 我以为我以前去主持过一些游戏节目的活动。我帮他们设定网络已经很夸张了，对对对对，你要干嘛设 OBS？ 蛮多有要求，我帮他们工具画面、工具人哦，框开了，我帮他们。你要再开那个布景，然后抓那个什么，你要怎么截那些东西？对，跟他们说切的时候要分，不然会。所以我都会先问清楚。他们有些说，请你到现场直播这样子。那我都会先问说，请问你们所有的直播环境都 set up 好了吗？他们就说，我们有一台硬碟很强的笔电。然后我们就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对，那就是天哪！我之前也是有那种直播，然后他就说叫我自己带我自己的器材去，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网络连不上，然后他们那边声音不行，然后没有光，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是一些就是活动展场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什么某大厂的记者会。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记者会你还要 BB？ 我不是，我不记者会你要直播，因为他反正就是他是线上的记者会，然后就变成我要准备所有的硬件。体跟软体要先协调好，但是其实我们本来就不是做这个，然后我还想说主持人，我自己要兼灯光师，然后在那边收音，然后网路搞不定的时候，还有工程师，然后在那边弄。我觉得那种就是那种校长兼撞钟，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硬，撞惨了，撞惨了，撞在地上了，还打翻，还尖那个钟，还端着汤上台，真的真的，我觉得那被撞翻了，就被撞到地上了，我觉得有点硬。有人说我讲的好，这怕的结语了，这钱真他妈难赚，其实还好啦，其实你这还蛮好赚的，难赚，应该说这种应该说，你如果在事前我就知道，对，那我觉得。比如说早一点来帮忙，对对对，机器 set up 不是什么大事，对，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做，对不对？重点都是有没有突发，不是态度，不是突然的，突然，然后真的意外加态度，对对不对？你看那个长官跟鬼一样涌进来，真的是太夸张，然后你还在射飞镖，你还玩塔防是不是？那个长官进来就70岁，一直射，那个长官进涌进来就很像是我跟小明进来看热闹的而已，对啊，我干嘛？第一波主委已经到了，然后展开攻击，第二波主委跟加码。再加10个，对，这干嘛呢？守护活动 GX， 想知道你的第三个鬼故事。好，第三个鬼故事哦，这个是真的鬼了，这就可以讲比较认真，不用那么没有那么欢，也不是欢乐，就是我们是要讲欢乐场。因为我以前大学，应该说我大学的时候是念文化，以前我念过文化，念过，所以你有念过几间？没有，就是我那时候念文化，念了2年就转学走了嘛，然后文化。六天应该知道文化不是有后山吗？从那个天母那边上去的后山，然后后山看夜景那边，哎、欸，看夜景再下去那边是草山嘛，然后再下去还有几家那个就是景观餐厅，然后再下去会有一些破败的民房。破败，就是 OK， 破败好像蛮有气氛的，就是很像废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住，但是有一段很像鬼屋就对了，就是很像鬼屋，然后都没有路灯。所以以前大学生在夜游或干嘛的时候会喜欢去那边，试胆或干嘛。然后因为我曾经就是骑摩托车很常走后山，因为那时候我住天母，就是读文化的时候我住天母，所以我很常走后山，所以我对后山的路很熟。因此这个故事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不可能会记错。就是它的那段路呢是有非常非常多弯道的。那之后呢，就是在我工作后，我就已经是离开学生时期非常非常久之后呢，就有一次接到一个案子。它是偏拍摄类型的，
然后是可能是外接一些比较小型的游戏，然后再去怎么讲，就是拍一些可能像广告啊或干嘛那种短片、素材影片、素材影片短片。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弄到我已经忘了那游戏是什么，反正就他们就弄到要有一个场景，就是那种破烂的民房，就像那边很黑，然后他们就找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作单位是文化毕业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那个他们还是好找到的，他们反正就找到那边去。那时候我们去拍的时候，就是有人丢小纸片一直射出来，然后有竹篮天花板跳下来，从弯路里面走进来，弯路里面又一个一个一个，听起来有点不太妙吧？这个真的是人吗？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路很小条嘛，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开车的，然后也有骑车的，因为他开车基本上你那个车就已经是把那条路塞满，一台车轿车就会把路塞满，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拍啊，拍的时候其实都还算很正常。就是有拜拜啊什么，我们都做过了。可是就你知道那种地方，就是还是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你拍的时候是晚上吗？晚上啊，哇，还要全黑啊，然后因为好有气氛哦，你又要尽量不被那些学生打扰，所以你一定是挑九点后。那你就一定要拜拜，有拜啦。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虽然说我没有那个体质，但是就是还是觉得就是怪怪的。因为我就对于我很怕黑，所以我就一直就去那边就觉得不是很舒服。拍的时候都很顺利哦，然后就是结束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离开之后，怎么讲？就是我们有一幕是坐车，然后后面有骑着摩托车，后面坐摄影师跟着拍。但是我们有一幕很有趣的是，那一个卡的路线，我们之后找不到。就是消失的。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举例来说，可能那条路走，然后左边有个民房，右边有个民房，对，那个镜头是这样子，回不去那个地方了。可是我们之后在过那个档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就为什么会有那个画面？然后我们之后有回去再看一次那个，就是我们有再去现场重新跑一次，没有一模一样的镜头，没有一模一样的镜头，没有一模一样的镜头。真的，这个有点不知道拍到什么东西。对，就是你不知道那一段在干嘛，可是人都是对的，就是你要的敬畏，该有的都有，可是还有更多的不该有的也有。不管怎么拍，都拍不到你拍不出一样的那样子的角度，你就再也拍不出那个东西。然后因为我们觉得太毛了，所以终于一天我们就重拍一次，然后我们就改白天。哇，不要啦，不要啦！哎，是真的，就是重拍有加钱吗？有，那必须的，那必须的。那个是出两趟了，因为那趴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靠着汽车后座的窗，然后因为我坐后座，然后就车在行进，然后我这样靠着，我要看窗外，然后等于拍侧脸嘛，所以后面有一个摩托车这样跟着拍嘛，对。然后那时候的街，那个我印象太深刻，就那一卡就是原本是这样子，但是之后我们回去过档的时候，干那个街景真的找不到，我不可能会认错的，我真的不可能会，因为那条路我从大一大二我骑了至少妈100次有了，不可能会认错的。但就是在那一段路。我们再也找不到，好神奇哦！真是哎呦，消失的场景，消失的后山，对，就是我统称这叫做制作单位的虚无空间。你的下标下的很有梗哎，很虚无，虚无空间，咚咚咚咚，哎，真的很毛哎！我自己想想也觉得哇，好屌哎！我不太信这种东西，对，你不太信，但是那你觉得还会觉得说路消失跟议员一直跑出来哪个比较恐怖？论现在的话，应该是议员一直跑出来跟名单一直跑出来会比较可怕。一直消失的路，我觉得可能是鬼打墙。感觉像是，我觉得有点像，因为那种山林很多都是这样，什么路，然后再也找不到那条，对啊，或是被那叫什么坑，被牵去模型，要牵去一些奇怪的，有那种感觉，红衣小女孩，所以我就觉得说，感觉就是有点鬼打墙，蛮阴的，对，蛮阴，绕不出去，所以我再也没去过阳明山。真的？你说的地方，我前阵子拍广告，好像有过去过，就是下面那一段，偏中下那一段，那就是很黑嘛，然后隔蛮长才一根灯，那边超黑的，我觉得超可怕的，好可怕哦！哎，你真的是很鬼的故事，你真的鬼故事哎，我怕鬼故事太多了，就是那这个安娜嘞。安娜应该也很多啦，对不对？其实也蛮多，但是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其实我也很不想要这样讲啦，就是我们也是对事不对人，因为有些事情其实真的不是厂商的问题，他也对事不对人，中间就对那个都市而已。对事是城市的城市，风口浪尖上。
没有啦、欸、你讲。那我看你评估啦。对，因为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听到这个要讲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其实一年主持100多场，其实有很多可以讲，可是真的。我觉得啦，就是我就以我的角度就好了，因为毕竟主持人相对是比较中立的。然后我通常都是对到那一些那种窗口，我就讲一个前阵子才刚发生，然后现场其实还有两位算是苦主。你说窗口的部分吗？就是我好像没讲什么我也有听说我上次才刚跟你对啊，我没去，我都有听你讲过對。对，因为其实就是反正简单讲，就是有一个。算是工作，然后因为那个厂商就很早很早，大概3-4个月前就先 booking 我，然后我就想说，好好好，因为他们说指定要找安娜里，我说好，没有问题，那我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一定全力以赴。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就是一直有一些那种就是调整时间，干嘛干嘛，而且因为那一次呢，听说呢，邀请到的来宾大概总数有35几位啊，对，所以呢是比较大型的。不好意思，汪昭是哪个游戏的？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要协调事情，相对是比较多。可是呢，我们就是想说，因为就是在延期，然后又改，然后又要协调这么多人的时间。可是因为我们家经纪人姐姐也是，就是算是很认真的，就有日帮我在追这件事情。所以就到了活动的前几天，就是突然就是听到了经纪人跟我讲说，哎，那个就是这个工作没有了。我说啊，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哦，因为呢，就是他刚好移到了一个时间，是我当天。早上已经有一个记者会要主持，然后所以我活动大概11点左右会结束。可是因为他那移到的时间刚好撞到了，差一点点，他叫我11点到。可是我就说，可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家经纪人说，那我11点半没办法到的话，我11点半或者是12点之前带妆到可以吗？他说这样子不行哦，这样子不行哦。然后所以呢，他就是直接把这件事情给取消掉。但是我就想说，可是那个活动其实是下午才开始，对不对？对，我后来就是因为有里面的很多来宾都是我的朋友，有点明显，包含。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觉得这次没有缘分，因为我觉得蛮看缘分。那我就想说，我就回家好了。就我就回家，很好奇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我们现在帮大家抓关键字 hashtag 嘛，35个。哎，然后 hashtag 什么活动是不是？品质不太够。哎，不是啊，是不是六探啊？是不是有人在凑啊？我怎么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什么都需要带几个人。可是因为我没有去现场，可是因为我后来就是想说，哦，那我但是我还是就是刚好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 IG 开始说，哎，我今天下午要去工作，我想说，哎。可是我发一个11点，可是大家都下午才到，为什么我被取消通告了？我想说好吧，没关系，没缘就算了。就后来呢，就慢慢的有人开始跟我讲说，哎呀，那我好想你哦。我就说发生什么事？然后一个人就算了，两个、三个、四个，到小葵也是真，我有说，我接触之后我说我想他，因为那个那边有主持人吗？当然，请问一下。哦，小葵，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那天在有35个来宾的同时，他其实是有别的主持人的？不是，就是会想他，有时候工作久没见会想，会想。就是你朋友有时候久没有看到，会觉得平常觉得好像他在理所当然，对。可是当你遇到一些情况，你会觉得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见到面，你会很珍惜每个工作可以见到面的机会，是真的，真的。你好会哦，你是在那争论节目好不好？你是那个明代还是议员？真的是充满感恩，包括我们今天来可以不用戴口罩，也是感恩大家的真的，谢谢大家，全感恩感谢，真的是全部大家一起戴口罩做好防疫，我们才会有这样子可以看到大家。对，而且这次我还帮大家付了一个那个口罩。我这样送到家，在我这次的桌历里面有送，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哦。没事，我帮你们拉回来。到时候大家怎么用呢？这样子再折起来，这样大家做好防疫，好宝宝。没问题，我帮你们拉回来好了。所以这个算是这种临时 can 的。对，临时看，可是因为重点是我本来接收到的消息是3个月前就指定要，而且他又没有不行，他只是而且我没有不行，而且我是已经就是妆法好，我可以直接到了。但是听说就是大家都下午才来，我就其实有点不太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早上到底在干嘛？那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跟你讲，那个工作敲的那个窗口是超级多人，然后他们要同时整合。他们好像不是同一个窗口敲的，不是2到3个以上，就分别发一些。他们都各敲各的，对，所以就完全没有整合在一起，所以就没有便当可以吃。听说就 OK 5个小时，我觉得很夸张。你买一个不好的东西也是，我觉得最严重的录影
我们演出者没有吃没有关系，可是工作人员一定要吃。我也觉得劳力活的其实真的很辛苦。摄影那些导播什么，他们一定要吃。我们可以不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饿的习惯，或者是一下不吃没有不会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形象。但是你不给工作人员吃，血糖要保持低啦，对，这样子才比较反应集中集中。不然上去就是不然上去的时候就是啊，这个假如什么？关机，吃太多片，然后缺还会打，在哪位？不好意思，就是你就看到那些漂亮女生在旁边那种，然后记者找到他这样，然后呢眼光泛泪这样，就刚打哈欠完，刚打哈欠打一个极霸大的，对，那时候其实去玩我有一点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能这样。去玩哦，那是去玩的，不是我说去结束去玩的这一个工作之后，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这样搞会没有人会，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以后人家会不喜欢。对啊，而且这样子做出来的效果吧，我觉得别说。你现在是希望要套一个？那我们现在一 A 二 B 啊，就是不要再那个了。我们对事不对人、啊，对事不对。對，所以我觉得跟游戏没有关系哦，跟游戏没有关系。我觉得是中间执行的窗口，就是类似这种的话，我其实就很傻眼啊。如果就是那个窗口是跟就是厂商说，是安娜说他不行或什么的话，其实对我来说也很伤，因为其实我保留了这么长的时间，超怕这种。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但我就只能说，就是祝福但游戏成功。上次胜利，只是大家真的是很多人会想念，会想念。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真的就是最怕。我上一次也是讲过，就是你窗口怎么去跟厂商说的，我真他妈不知道。真的没有，他怎么搞你也不知道。對啊、他就说，如果说安娜突然说他不行。对啊，这不是，等一下报告冤枉的。因为我跟你讲过啊，所以对，一定一定会的。哎，我跟你讲，我想到一个跟上次我讲的那个有关系。哎呦，来，是说不行 ，give me more。比如说我可能跟你可能还不错的那种感觉，那可能有厂商会想一起找我们。然后呢，结果我后来从厂商口中说，哦，那天居然本来想要找你跟那个谁一起，就他说你不行。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我告诉你，我每次都觉得超火，我每次都觉得讲这种话，我都觉得说你他妈是低能儿啊！你们全部都马是认识的，对啊，你当着我的面扯谎。而且你觉得我不认他，下次跟我求证的话，那不就已经求了？可是他怎么好意思？厂商问他的时候说也想要请我一起，然后他就说哦，可是他那天不行。那厂商就会觉得哦，那不行，那就算了，就不会再来问我了。可是我后来遇到那厂商，他是这样说，就是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当初怎么跟他说。可是厂商遇到我说，哎、欸，好可惜哦，那天想要发你那一起，就你不能来。我说哪一天？我说我没有不想。他说，可是他说你不行。Oh my！ 所以这个朋友你现在还在 ？OK， 好。Oh, 所以你是被朋友整。被弄到，对，就跟上次我说的朋友哦，所以也是圈内，他会是女生。我当他是朋友，像 AAB 的 AAB 的，哦哦，哇！但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状况，就是那种临时，像刚才你说那种突发要射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是直接就被杠掉的那种。我觉得其实是很无辜哎，超冤枉的。对，而且其实我上次那个一样啊，就是我看了他们发文才知道没有我。原本有敲这个又更那个了，这个又他们根本就没有跟我说，忘记跟你有洋葱的味道，刚忘记了，他忘记了。但其实很多那种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就算了。可是其实很早敲的应该会有签一些东西吧，都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没有。他只有发那种什么通告单给你或干嘛，而且多的是那种就是他妈活动完才补签的。对，而且因为有一些那种就是你写，其实你一开始的话只是说哦没有，我是来询价，我来询问，所以你那时候还不会就是签委托给刊单或干嘛。所以他就是最后你被刊掉的时候，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合约已经白纸黑字写出来什么什么，也没有办法。对啊，我就只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警惕这个人啊。但是这件事情也算可以往正面的方式去想，大家都很想你，大家都很想你。就是他们都经历了苦难，整个活动的受惠者只有我一个人。而且你先跑了啊！等一下说出来了，啊，太明显了，太明显了！不行 ，B B， 没关系，那个不是直播，大家不知道我先跑了。可是后面的画面都指向一个游戏，避开了你了。对啊对啊，因为我走了，有技巧性，因为我走了。但是你走不是因为你耍大牌先走，是因为超时的关系吧？对，因为我跟他说我本来就只能到这个，他说一定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就听说超过到那个时间的时候，真的是进度的20%都还没到。对，而且 delay 的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在，所以会。
OK， 你是可能太临时哦。所以小坤，你的意思是说，现场其实是有另外一个主持，但是他的时间把控，他的主持人力是有问题的。没有，哎、欸，你这个带风向很可怕、欸。我觉得应该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认识那个人，我觉得他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临时换什么干嘛？一定有东西没跟主持讲。他一定不知道，因为他这么临时，他才被换掉，所以他代表他更临时，他接到。对。所以他的东西一定是两三天前才知道我被换掉，所以他那么临时，他是就哎、欸，而且两三天前被换掉，他这是一两天，搞不好还是最后一天才找到那个人啊。对对啊，因为他可能一换掉你之后，他是来救火的。对啊，可是他干嘛换？但不是，但是重点是他半小时啊，没有，而且没有，他说没有，他就说没有，我忘了跟你讲。我忘了跟你讲说你不用来了，我心想说这开大招啊，所以好你一句话，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了。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子？超级开渣男发言，我不管我不管，你要让我发文这样子，然后那天你没去，然后你可是你发了文，就幸好我们先买好了，不好意思啊，但是突然被换掉了，可是还想让你们看一下，那也没办法，你们看一下现场有一些事情啊，这样子啦，有啦有，大家都在这哈，大家都在。可是你说你先走哦。那不会不对，就是那个节目不会看起来没有。我要闪啊，画面要闪啊。我管你啊，就整理桌子。那如果他加钱给你呢？看多少啊？没有，原来是没有协调好。那天刚好是后面真的有工作，他本来就排。我本来就跟他说我不能接，我懂。结果我还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而且时间前那一天本来我哇，那光是那个东西，我们他妈的节目可以录一整。还是我们第三趴拿，不然我们第三趴拿掉了，我们聊一下。我们第三趴，我一个故事都还没讲完就已经继续。对，我们第三趴都是这个跟那个游戏秀有关系，还是我回家我自己试训录一下。很想说，你们到我的，你们到我的 YouTube 看就好了。可以 pass 啊，可以 pass。跟你讲，就那天其实因为人很多嘛，那本来我们可能化妆，而且是一整天的录制，所以我就已经说了我会有化妆师陪着我一起，我需要一个空间，请给我，都已经先跟他们讲好了。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的梳化团队我们一起去到这边，然后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们可以在哪边？然后发我的窗口说好，他帮我敲，然后他去找可能不知道哪边的负责，因为他们是很多个一起吧。那个人当着我的面说什么小坤要说话空间，没有没有这种东西，直接走掉。对啊，然后我想说，真的是操你妈！就是讲，对啊，不是就是你妈妈就是搞得很像我在现场当着大家的面耍大牌。对，可是先讲好东西，你不帮我沟通好，对，最后有他要找地方给你吗？有，可是他就说叫我没有马桶上旁边，他就说叫我不要在马桶面，就那种犯人的审讯间的那种大小的地方，拿一个灯要照着。他就而且他还没有灯，要一直待在里面。对。因为还有别人要用啊，但是他说怕大家觉得不公平，叫我不要一直在里面哭啊，真的超北蓝的，不是事前都已经讲好了，为什么现场？而且我还自己花钱去请，然后他对啊，你没提供妆法，我自己请一个尊重你们活动，哇塞哇塞哇！我跟你讲，他们真的很酷啦，我现在见他们工作都有一种就是我看你们他妈的程度到底能低到多少，还可以拿出什么烂菜来，所以你还愿意接他们的工作？我因为你可能等年纪再大一点，比较闲暇之余的时候来，我就没有办法，好久没有被气一气了，那气血不够活络。需要血液循环一下，你们那个厂商气血循环机，我来再接着看。真的很无奈，就现场就也只能是笑笑的啊。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出来跟大家聊天啊，不然能怎么办？真的，辛苦你们了。所以我这样开始说市府，没事，再来，继续，再来。好了，那我再一个再猛的，稍微短一点点的啦。然后我有遇过一些，就是可能也是窗口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不是可能就是窗口这些窗口会认。真一点呐、啊，窗口都嘛这样。是因为我觉得窗口其实也很辛苦，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活动，我们都是最后执行端，他们可能已经就是规划了半年，规划了几个月，最后呢才到我们这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 round down 都是前一天晚上11点拿到，然后他的那个稿子是这样子 A4 大概3-4页，然后我要全部背起来，你要自己剪，对，自己剪就算了，但是我隔天要背起来所有的内容，然后讲的跟我像认识这品牌10年一样，对，就然后但是我觉得这种我觉得都是我不想接主持的关系，没有、欸，所以你在这边聊得很。很开心，就刚刚好了。对啊，我说我想要看手卡，看手卡自己写啊。可是你要写到3-4页 A4 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还有点硬。但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个窗口的沟通，就是会在。比如说，因为呢，我有一次接到一个工作呢，刚好是要坐高铁的，然后因为我隔天早上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工作，可是因为当天的那一个活动呢，是我前一天就已经到现场彩排了，可是我前一天到现场的时候，我才知道，又在排人家的活动，我才知道隔天的活动，其实简单讲，它其实就是一个电竞比赛，但那比赛他们是当场要是要打包7的，所以其实他的时间。
时间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是这么波西的电竞比赛太少了，波西的不多，说实在，所以他的时间其实是会要有一点 ASOB 的，可是因为他当时窗口跟我讲的是九点就会结束，可是我们其实下午就开始了，对，所以因为我隔天有活动，所以我就订了最后一班的10:12的高铁，准备要回。哎呦，那我大概知道是哪里了，最后一班才10:12。对，然后哦，10:12，然后呢回去要刚好高铁结束，大概是1小时以上左右的。结果后来就是当天才知道，其实他们可能真的会打超过，但也有可能会刚好，所以我最后没有办法就是。被事先通知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订好了高铁，然后而且是隔天工作也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呢，就当天呢就真的就打好打满，就包七，好，没关系，包七就包七，但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我就眼睁睁看着我的那个高铁要过来了，就啵啵了。但是因为我隔天真的是需要就是到活动现场，先是一大早要就是全身衣服都换好。如果我知道我要在那边可能要多待一天，我就先把隔天的东西就先准备好，该有都准备好。结果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最后就只好当天结束的时候快要11点，然后直接飙了计程车回来。哇，你从高雄坐计程车回去很久。好啦，就是跳表大概9000多而已哦。哇塞，振兴经济耶。对，就差不多是这种状况啦，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真的亏烂欸，真的没有故意要说，就是窗口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讲，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他也只能说没有，因为可能会因为就是有一些时间上面这种会临时的调整。哦，好，我真的只能，他居然不给你一个最大值欸。但就是因为他就说可以这样，而且因为是我们其实到了现场的时候，我就说，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结束嘛？结果上面比较负责层那个阶层的人就跟我讲说，不会啊，这不会这么早结束。我就想说，然后说、啊、他们就说，所以窗口没有跟你讲吗？很苦啊！啊你看，你今天在旁边说、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想直接走人呢、没有办法，没办法。你是不是很常走人啊？你是不是很常走人？他后面还要走。你听起来好像反正白纸黑字写什么我就怎么做。可是主持人就你一定要收啊，跟最后，而且那种大赛活动最后一定要颁奖，对，然后再大合照。对，而且因为那一场就是他的直播，我不接。没有，那是骗人啊，干，那就凹，那其实就是被凹。对啊，那就是被凹、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毕竟那种活动都马是就是刚刚说，没有，他们会觉得说很多长官、有时候也会早结束啊。你们也是享受到早收工，所以有时候晚结束大家互相。对、啊，所以我觉得想法是那个，可是我们安排事情上就会。9000块，对，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就是辛苦啦，没有，但所以我就是想说，这种东西我们也只能就是先做了，不然的话，我们一定是要把事情结束。我不能说是说是因为窗口怎样，而是因为今天市长讲太多，甩锅啊！我们不是因为长官讲太多话，好像我们现在有了租车什么什么，不用再叫9000块的计程车，买 taxi， 只要自己开车回家，随时预定，随时都有哦，省时快速又安全，还有我的折扣码，还有帮我折。优惠哦！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行竞赛。好，下一个，再来。好，但下一个的话，我觉得也跟就讲稍微啊，这个我怕也会被听出来。我觉得不要跟政府有关系的，好了，因为其实我准备了政府很多个。今天是在冲政府吗？政府的是你就算屌完之后，他下次还是会找你啊，因为政府的人会一直换啊。对啊，对对对，因为政府是可受公平的。对啊，你做不好交吗？不然干嘛要议员？对啊，在野党干嘛就是要咨询？对啊，所以好，哪一个政府的工作讲出来？没有，我怎么都没有讲，我不知道。好，我们讲中立，不要讲，而且讲中立是不是？中立了，中立了。刚刚是桃园那边的嘛？有把蓝光拆掉吗？没有，没事，不讲地域，不闹，就是那个。那我们讲一些就是线上直播的，好了，就是之前我有接到一个就是电竞比赛，它是只有线上，没有是电竞比赛啊？哦，线上的电竞比赛啊。因为我刚刚说，其实政府的那种活动，我觉得你那种真的是那种设一些纸牌上来，我觉得。都算了，可是因为有些比赛，它真的就是相对时间是比较不可控的。我就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呢，是就是本来预计是我跟主播两个人，我跟赛评两个人就是要播大概2小时左右的节目，就是因为他有比赛一些赛制，结果就是，哎呦喂啊！因为他们就是其实是打了好多好多好多，已经不知道从多少的冒泡赛冒到最后我们要播那个的比赛，然后他就后面加了一个挑战赛，可是那个挑战擂台赛状。反正他比赛擂台赛是吗？
然后因为他就是有一些打完有擂台赛，打完还有擂台赛的、对，然后就是有糟糕，这样子会很明显，然后所以就会有一些，对对对对对，那也不是传说对决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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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他的那个比赛，就是他们有邀请一些相对是比较高战力玩家，对高战高战力玩家，我们不讲高战力玩家，金钱也是力量，我们把范围归类到手游，金钱也是力量，所以是重氪的，不，好了，不能说不能说，然后有人就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讲单位，怎么都听得出来？好了好了，差不多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案例，然后所以呢就是像这样子，因为我们真的还不讲免责，直接讲有责，没有，不是真的，我只是说比赛，对，就是比赛，然后刚好那个擂台赛就是比较高战力的玩家，可是因为呢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赛的时候，他们是现场。到了当天比赛前，甚至是我们已经在开播的时候，他们还在协调他们的比赛规则。可是那些比赛规则对于那些高战力玩家在乎啊，是对他们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嗯，肯定的、啊。对，所以就后来我们这样播一播，本来两个小时要结束的，然后呢，到了擂台赛的时候，两个小时还听到他们就是导播跟我们讲说再撑一下，因为还在协调，因为那些就是高战力玩家们啊就是要。弃赛，而且是要带着弃赛了，要带着就是今天要比赛的所有人一起离开，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播的比赛，对，就是我们在播的当下，我们已经 round down 写说谁要来了，那些人到了现场，然后生气要离开，高歌离席，是线上啦，线上哦，线上他们就是不想比了啦，对，就是他们就直接要离开，因为很多其实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我有说出来了。海外的粉丝，这个关键字很大，是新疆啦，太厉害了吧？就是很多其实是海外的，就是玩家朋友哦。而且因为我觉得王知道了啊，没有啊，已经很多有人知道啦。对，而且因为没事，好好好，那我就继续讲。然后因为呢，其实我们本来有设计一个环节是要让玩家 call in 的。不要，别不抠了，别抠了，就到在那边，哎、欸，真的没人打、啊，抠不动了。我陈先生、啊，抠那个吧。对，而且本来还有想说要找的就是那一位带头说要弃赛的那一位高战力玩家要抠进来，作为玩家代表讲话这样。对，抠进来呛虾。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所以现在他们游戏不打了，那他现在打电话进来的话，你确定我们 hold 得住吗？然后厂商就跟我讲说，那你帮我稍微安抚一下。天哪！我就想说，咦，其实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站在。就是厂商跟玩家中间的一个桥梁、嗯。其实说实在话，我们能做事情也不多。嗯、我们现在帮厂商多讲了两句话，你也不能帮厂商挂保证、啊。对、啊，其实我们也不是设计赛制，也不是这些游戏，甚至我们不是那些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他们想又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帮忙擦屁股是不是、啊。对，所以然后我就其实我也想说，我也其实是站在我自己是一个玩家，因为如果我今天是玩家，我投入了这么多的心力，像特哥这一种的话，我一定也是骂爆，很不尊重、啊嗯。对，我也会觉得。那你可以建议那个主办单位就直接告那个科长。不是、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处理是真的有一点不妥，不比了。哔哔，还是不是？所以其实真的像这种状况，我也不能说我不播了，我真的其实就是有真的在停，就真的有就是那个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就有问说，请问一下，我们在后面他们要集体弃赛的话、嗯，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播了？我们就说这个赛制既然现在瞧不定，我们就改天再播好不好？对、啊，他说不行，现在有人现在线上等，除了那几个要退赛的，我们可以开放线上的观众直接进来我们的房间来打，就是要打。就是要打，因为他们准备了很多的那个。会更火啊！对，就是说，对，把我们当免洗的。对啊，哦、我们没有，我们不打，我们表示就直接找别人，我们就找别人就好了。对，而且因为他们送的东西，其实，在游戏里面是还蛮有价值的、嗯。那我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其实我觉得游戏厂商其实也是有诚意，想要就是多办一些活动跟玩家交流。嗯、可是因为站在玩家的心情，我自己也是玩家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很不公平。对啊，对，没送。为什么只有好像前面那几个人才是玩家？那我们是谁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这三年的游戏，难道我没有做些什么人力物力？那时候营运的时候已经三年了，三年了，哇，三年了，手游来讲寿命算长、欸，其实是长的哦，三年的游戏。好好好 ，Anyway， 反正就是重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它其实是有花蛮多的心思在经营这款游戏，所以我其实当时的时候。最后呢，就真的不是，我说那个活动的最后，所以最后呢，就真的玩家就有 call in 进来，因为我就想说，我觉得我也身为就是玩家，我也想要跟、就是、正面刚，鬼鬼刚哎，不是老板，敞开心胸听他们的，对，我觉得因为其实友善对话，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玩家愿意反应，其实我觉得对于厂商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嗯，我觉得是一个善的交流，那我们就听，所以呢，我们就真的在那边很认真的听他。
真的是有血有泪的泣诉了这段故事，大概快要半小时。哇！所以我们比赛播完的时候，大概快六个小时，本来两个小时要收播，就播了六个小时。哇！你这个也是 OT 到一个，有加钱吗？超级一定得关心你们，没加钱。你这个你怎么，你是不是很好凹啊？不是，因为我就想说，我就没有不主持，不主持，不干了，没有，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录了。我其实真的是觉得，就是我觉得站在我们的角度，我只是希望事情圆满了，就是不管是哪一方，我觉得本来这件事情就不可能有。好难，主持人好难、哦，真的很难，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哎，所以就不没有了，我没有不接，我只是说，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我可能就下次会跟厂商讲说，下次可以先协调好吗？因为我不希望耽误大家的时间，对，一定。是啊，对啊，因为到最后的话，其实没有一方是受益的。我好能理解你的感受，啊、是不是超难的？我是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你绝不 OT 是？我 OT 啊，我 OT 啊。如果这个合理的、可以的、合理、不可避免的，那我如果是因为你蠢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配合，但是我对你的那个评价就真的是、会荡到谷底。对，就是妈，就是路边一坨屎。哇，真的，你踩到之后就会换个名字，再起东山。你是不是有想要说谁？我跟你讲。你到时候他就再换一个名字寄信给你，然后又把你写的请问一下，鸟屎可以找你工商吗？这种窗口根本就不会死，他们是豹子，你知道吗？你把它踩烂了之后，他们会再摊平，他们整个公司解散，但是他们的这些，哇，你那个就是蜘蛛，再起来，东山起来了，我也开一个，对啊，真的，对，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次，我真的没有要 diss 这个厂商，你知道吗？只是单纯就是以我们的角度是说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这些所有职位或者是厂商干嘛，绝对没有什么统一。的二，但是就是针对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干事。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不专业。对啊，我也觉得就是遇到了，但是没有办法，你得一定得就是我们在协助，就是要对协助他完成，不要让这个东西变得不好。对啊，应该说大家是同舟共，就是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啊，我们大家互相帮忙。对啊，你我 OT 我 OK， 要什么 hold？ 可你的那个。你的那种态度要拿出来，你的态度跟处理诚意，诚意要拿出来。如果有问你处理方就很有问题啊，对不对？你要说那请那个高端玩家不要玩，我们换一批。不行，这个不行啊！我也不可能，我主持人我就。Excuse me， 你们的公关是从水沟里捞出来的，怎么这么臭啊？我想要讲一个，我之前也是遇过，就是那种舞台活动，不是会投大荧幕吗？那我们可能玩游戏，就投大荧幕一定会有延迟嘛。对。那他刚好就是又要表演。就那种表演赛演出的东西，就是请了很厉害的玩家来秀。他需要盯延迟，他需要盯延迟的表演赛。就是他找了找关键字了，那个游戏的高玩来现场秀一段这样。可是因为延迟太高，所以他超级落赛，就是他就会觉得我面子挂不住。那个游戏是不是跟节奏会有关系？没有，还是比较偏这种格斗的呢，动作类型。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大概猜得出来一定有延迟，因为从他看到的画面跟上面一定有差，所以他就很多。都是 fail， 然后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他不是我们很德高望重的，怎么完成这样？然后到最后结束访问的时候，我还要访问他说游戏体验玩下来今天觉得怎么样？他已经脸很臭了，因为他觉得他的操作什么都不到位，对。然后我看他的表，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要讲出来了，然后我说，因为我们今天活动太热情了，所以很开心的，我直接把他打断。我说对不起，我知道，我把麦拿下来，我知道，对不起。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你，谢谢你今天来。然后我心想说，干他如果今天在我面前讲出来，那个场子 fail 就算我的。以厂商来讲，他如果说很严惩考根本不能玩，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厂商说这个主持人，对啊，这个主持人下次不用来了。对，真的，我们只能负责原则，怎么样都要来。讲出来，来，你觉得怎么样？说出来，很卡延迟，对不对？没有这么差吧？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说出来，不是，可是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没有，有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或是那个现场的热情。我就会说，哎，现场这个环境不是很熟悉，但是平常你的表现绝对不是这样子。底下这些玩家通通都知道了，今天还是礼物送给你啊，对，一定就是鼓励他，鼓励他想办法。其实我看着我也觉得就是于心不忍，有点心酸，就是因为真的。是很怪异的行为，然后他觉得的确会紧张，对，而且特别是高端玩家很在乎自己的那个表现，对，然后厂商又很在乎不能讲他们卡慢延迟不好，硬体哦，对，很顺畅，好，哎呀，我刚刚已经说是网络是软，不是那个，原来是，哎呀，那不要大家知道就好，不要说出来，反正就是那样嘛，你很烦，好爽哦，你今天是来挖大家的那。
那个墙吗？就没有办法。哎、欸，可是如果以专业的主持人，对方如果说就很严肃的卡，那你们要怎么接？怎么办？没有，我想说那可能是一时的状况，也但是我们其实会持续做改进之类的。其实今天的话，可是常常就不想要听到，就是有人在现场 diss 他的东西、啊。所以当然我也其实也会打断他，我不会让他讲。对，没有啦，我会跟他说，我会跟他说，这硬体实际游玩起来是顺的啦。嗯，只是我们今天延长学的那个哦，延这个字也不行，延这个字也不行，就延啊，截取。我觉得可能什么环境不熟悉是最通用的，环境不熟，而且我们截取他不想要听到有问题跟慢跟卡，因为要给大家看到，所以这个声音上可能有点延迟。我讲声音延迟也不行。他们不喜欢那不要吵啦，都不说，你们就真的延迟嘛？龙脉盛，对啊，我现在就进去一次说，那他妈你们就真的延迟呢？不然怎样？骗下面的人哦、喔！哦哟，超慢的，哦哟，盘子哦，也太久了吧？跟阿妈一样慢哎、欸！哦哟，阿盘子还快，超慢的哦哟，他怎么都打完了，你们还在 loading？ 不行啦！哇，今天这样子太暴走了，我们在最后一趴怎么办啊？没有啦，可是我觉得。不行的啦！没有，我觉得互相砥砺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帮你们解决问题，但你们不能一直制造问题给我们啊，我们就一起进步啊。而且就是你今天硬体想要找高端来，你不外乎是想利用他的社群的声量，或者是他的技术、嗯，就他的专业度嘛。呈现不出来，你呈现不出他的专业度，你还不给人家干掉，那你他妈你是有问题嘛、嗯？我觉得啦。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不能砸自己的那个。啊对啊，我当然不会在上面直接臭他，但是如果他说。如果那个人他这样讲要干嘛？然后他要说是我的问题什么干嘛？我会说他妈的，你们的硬体才有问题。对锅不背。但这是最不能讲的，当下就是你们肯定要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对，结束当然结束、啊。我觉得跟厂商沟通也是一个方法。我是结束你臭，我就会反过来臭你、啊。如果你真的臭我的话，我就会说，可是他体验就的确是延迟啊，啊你要他怎么办？大家有目共睹，又不是我一个人说，我们客观中立的角色在。对，没有、啊、我中立的话，我就是要应该说真的延迟、啊，要明明讲啊，我要明讲哎、欸，对啊，对啊，我们还要帮他原。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因为底下的人也不是白痴了，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对啊，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你确定下面看得出来吗？他是不是真的觉得那个高端很菜啊？哦，有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啊，所以高端才那么不爽啊。因为那些下面很多都是那种啊，我没有恶意啦，但是这个高端这样也高端哦，因为有那种我都比他强，不是搞不好这样子观众会就会有种反应，说哦，他就高端强，那我一定可以比他更强，搞不好会有那种就是反面那种，真的是一个就是那种膨胀反指标啦，好、嗯、也有可能啦，对啊，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有很多状况、okay. 欸。今天讲一讲已经全部结束了，对啊，怎么办？怎么办？今天我们也要 OT 了吗？帮我们加 OT 时间，他可以先啊。谢谢，新年快乐！那我先走了。他时间到是要走，到这个时间到要走了，今天是 OT 的。好了，我觉得观众应该都蛮喜欢听这些东西。哇塞，不只是臭的部分啦，应该是说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那补一两个香的吗？有吗？大家有吗？不错，你说补一两个厂商 OK 的香的。哦，没有，是因为厂商太多都很好了。对对对，应该说厂商正常的很多 ，nice 的很多。对，但是因为通常我觉得大家都是偏向就是好的事情就会放在心中感谢，可是不好的事情才会出来就是跟大家说哎。那个对啊，事情太特别了，跟遇鬼一样嘛，所以才要拿出来讲。哦，那个太如果天天都在遇鬼的话，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对啊，他们可能觉得也很稀松平常，我们就不用讲这些故事呀。Amen， 是吗？大部分厂商都蛮好。对啊，其实真的很多很优质。我觉得遇过最佛就是便当超好吃，入营的时候。你突然讲了一个好小的东西耶！便当超赞，一定要吃。麦塔贝便当真的很好吃，好吃。你上次买一个烤肉饭超屌。今天那个焖鸡我觉得也好吃。肉多汁嫩。我之前录我节目的时候，那个鸡腿饭超猛。对，好吃。那有遇过很大方的，比如说烤鸡腿蛮好吃。比如说他录了六个小时，可他其实四小时就收工了，他钱照给。你说不用这样子，本来就要照给啊，早就收工那个啊，不能说是。你应该说他叫你来六小，可是他四小就结束，然后钱照给了，对，应该是这样子了。对，然后我就跟厂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四个小时就收工了，不好意思让你们候那么久，还要多花了大家的钱这样。哎，那天你在对不对？哦，对，那天我在。他有赚到钱吗？没有没有，有这种厂商没有赚到你在台北的吗？我们要正常就是我们时间还有，我们前面还有两颗，我们再试一下。我们再保一条，再保一个，背一个，我们再背一个，保一，我们再背一个，我们再背一个，背你妈的！我每次在录东西，我说哦，再背一个，天哪！他每次都不一样，对，我们在背一个，在背一个，真的，这也是一个活泼的，再一个活泼的，对，这也是我每次拍戏的。大家说香，然后又开始说，没有，都很香，都很香，谢谢。
大家真香，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也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大家如果喜欢太多了啦，如果大家还有喜欢的话，就反应好。对，下次还有别的来宾，大家都有不同的鬼故事。真的，也有可能是香故事啊，可以分享一下。还是以后我们就鬼故事变固定环节。可是我唱的我真的想不到，我唱的撞鬼。没有，我觉得说，我觉得香是正常，就是你正常一个专业人员应该就是要那样啦。哦，对啊，对，我觉得很好，就合作愉快，就很开心。对啊，给自己期许都可以，就是把事情也可以让他都可以是香的，不要让人家觉得他们两个今天看，他们两个今天好 peace 哦。不是，我以为这个节目就是大臭特臭。没有了，我们要平衡打击啊，我们要 peace 一点。我很 peace 啊，我你时间到就走哎，你哪有？你时间到就走，让 peace 啊，你别凹哎。OT 两分钟可以吗 ？OT 两分钟可以啊，我看嘛。你已经叫车叫好了吧？没有了，你在下面等倒数了30秒。我在这边讲的自己好像很屌很屌，但事实上我还是会呆啊，对不对？对啦，对，确实。只是下次你就不会再接了。哔哔，不好说，不好说，绝对不接。或者是我会说，我会收比较多，然后他们还说，哎，可是你之前怎么干嘛？然后我就会说，因为上次合作不愉快。哦哦，你明讲哦，对对，我就会说，因为上次合作不顺利，我们多了。你好高兴哦，我跟你讲不顺利啦。对，我说不顺利，我有讲过不愉快的，真的讲了，讲完不愉快，怎样不愉快？就是他们找我，然后说预算不足啊，然后就说给凹你，要凹，我就说好 ，OK， 第一次这样子。然后预算不足3年，那就不用再找我了，那就真的没钱嘛，不要办好不好？不要什么不足，没钱不要办好不好？对啊，友情无价，不是这样子啊，是友情没有价。而且我就觉得说。第一次合作，所以请你便宜一点，这个逻辑我觉得很有问题。我应该是多次才会开始便宜。对，因为多次才会开始便宜啊。我会说，我会说，对，这样有。我会说，我已经给你便宜了，还想便宜你，还想再便宜的话，再便宜我，便宜你还便宜我，就是这样，就很赔的。好了好了，说不完。哎，第三趴就你自己开直播了，好不好？这个我们其实，哎，第三趴很满哎，我们还有2张哦。Oh my goodness！已经结束 ，sorry， 是3张，没有，是3张，哎，3张哦，麦卡贝都给我们那个薛定谔的，薛定谔的 round， 那些都是原本我们第一 part 的那个新闻的部分啊，但是观众对新闻也没什么兴趣，所以没关系了。我们讲的都是 news 啊，还是之后的新闻变跑马灯在上面，大家想知道的，受到什么委屈呢？我们讲的都是新闻啊，反正新闻以后改跑马灯形式这样的，但播完大家都可以，大家自己看，随时 follow 好不好？时事的，好了好了，好，我们在最后呢，用这个我们深度会员。那周周车，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中奖的人。那个德国修理汽车，不要乱讲。威尔森黄，恭喜。然后这个深夜小三 FB 留言的这个检验针，陈贝鱼抽到再给你看，要给看哦。你抽到了，哎，抽到了，要给贝鱼看哦，再给贝鱼看啊。OK OK。我真的很需要那个酷东西。Jack Lin 在蔡英文，我真的需要那个酷酷的写的，是 Jackalo 吗 ？Jackalo，Jackie。OK。翁浩翔、顾志扬摊车看起来阿梅抽出来，出来什么东西出来？等下抽什么？什么意思？还是要掏出来？150元的干酪献给主持人，众多幕后人员还有 Tina 的声嘶力竭，谢谢你们一同让小三变得更好，感谢70元的香威素，还有30元的开 June， 感谢你们。70元的香威哇，每个都懂，谢谢哈，谢谢老板，感谢谢各位老板。510的330元，谢谢你，也是我们的大客。哇，重客玩家，我们节目重客玩家，高战力玩家，不要告他。好，不报绝对不告。我们今天呢，还是感谢我们的三位来宾。好，今天那像我是也可以送一些东西给大家，给大家做礼物嘛，新年礼物加码抽奖，怎么个送法？怎么个对？先去我的那个 IG 相关的那个社群先追踪起来。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都可以哦。对，但我觉得既然来那个是才知道讲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也分享一些，觉得哎要几份才够啊？刚刚像啊，我觉得好事才算两份就够了，两份差不多了。我们常常很多错了都不领。哎，不要这样嘛！哎，至少也是我的小孩，我自己做的企划，这样一比一不比一画，我还有做很多特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好了，两份，到时候我们再两份两份留言送给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好，没错，谢钱商，祝大家新年快乐。你说你自己的 FB 吗？没有，我在粉专，对，粉专，现在才知道我的粉专。哦，才知道的 FB， 请大家多多关注。好的，感谢。我们其他来宾的字卡，对，今天提到的人就会在 IG 上限动，来了。来了，提到会直接发限动，然后 at 对方，开玩笑。小葵的这个，我的 IG， 谢谢大家，希望继续 follow 一下，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记得订阅，谢谢。怎么了？感谢。还有我的字卡没讲完。汤米也要。那个我的 Instagram 比较偏
一些大家自己这个跟着看了，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追踪，大家自己体验我的生活啊，黑的黑的，账号改成 Tommy Hell， 直接地狱的部分，我的 IG 账号被组了六次了，我再组两次，我的账号就没了，我加油加油，还剩最后两个爱心的那些没了，所以现在是看一次少一次，真的追起来，用生命在筛选的，少两台少两台，对啊，掰二赛掰起来掰起来一个 OK 没错，好，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抖内共上香油钱200元，本周节目叫阿旺，阿旺谢谢各位 A1 168元 Buyer Side 大发，谢谢，感谢感谢，电竞台100元，阿文通告费基金第24期啊哈，Larry 50元，瘦吧瘦吧，你一路游，旺旺轩50元讲出来，感谢各位，谢谢大家，拜拜。好，那今天节目呢也算还蛮精彩的，我喉咙也差不多快爆了。对，今天正好笑烂，今天的话量很多，话量很多。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提供精彩的故事还有表现。感谢感谢感谢各位。我本来想说这一次可以少讲点话，结果是用笑的部分。我跟你讲，你已经反射了。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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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大家，那我们这一拜节目就到这边，下一拜见。好，再见，拜拜。现在才知道直播。好，卡。好，辛苦了。